尖东是传统低密度商业区，海旁一带更是区内指标商厦的集中地。因为环境舒服，景致开扬，加上各项配套齐全，尖东商厦向来都是各类中小企业开设办公室的热点，亦是不少投资者挚爱的选择。位于科学管道14号的新文化中心，是尖东区的指标甲级商厦，租赁及买卖成交都十分活跃。新文化中心低层地库设有停车场，高层地库及地下至三楼是商铺，4至13楼是写字楼。今次诚意为大家推介本行独家代理新文化中心三个优质物业，现正以招标形式出售，三个单位可以一起购入或者独立购买。第一个物业位于 A 座中层，面积约5250平方尺，对正八周年纪念花园喷水池，景观极佳。第二个物业位于 B 座低层，面积约1671平方尺，面向港精中心，租金回报稳定。第三个物业位于 B 座高层，面积约6715平方尺，面向华茂广场，属凤凰楼层，现正由稳健租客承租。新文化中心位处尖东核心区，尽享三撇优势，经尖东站直达启德站发展区亦只需约13分钟，附近亦有多条巴士、小巴路线往来全港各区，路路畅通。优质物业可遇不可求，物业接标日期为2021年12月15日正午12时，心动不如行动，欢迎联络中原工商铺。